些照片我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我从国防部发言人他的脸书当中来的。脸书 po 了这几些照片，而且又在母亲节当天 po 出来的，是不是宜啊？你是要跟他表示说，我把你的孩子操到都辛苦的，还是说我照顾你们的小孩子照顾得很好？到底 po 出这些照片的用意是什么？这些照片全部都是从国防部我们的发言人他的脸书当中所截取下来的。